的工坊都是以十字绣还有珠珠绣为主，工坊做的就是传统服饰，也有做改良的，然后手工艺品、包包之类的。十字绣的话，我也会分给部落的妇女啊，就是让他们有就业的机会，一边带孩子一边绣。我们也这么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，就是没事就是会抓杯子，我就说我就找他们，哎，要不要绣啊？哎，不错啊，你们绣一绣，无聊的话就是拿这个十字绣绣一绣，不但会帮你们家庭的一些经济，也可以学会了，也可以自己做自己的衣服啊。哎，他们说也不错啊，后来就。每次都说还有没有还有没有，我就好啊好啊，你们有兴趣的话那我很高兴就让你们去绣，然后他们也很感谢我，他们说哎不错呢，英慧姐姐感谢你们会绣以后杯子也少抓了，身体更健康了，对呀、啊。